你凭什么又把魏来顺给抓起来了？看见了吗？你说你风流快活，倒是隐秘些呀，被我们逮了个正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不嫌味儿，你就拿去好好研究研究。你说你堂堂的一个英国受训的特工，竟然用这种鸡鸣狗盗的小招数，实在是太不聪明了。来顺人在哪儿？ 放了，那不行，这件事得上报司令部。哦，你先出去吧。万成峰可是为了他能活出命的主，你说你招惹谁不行啊？你非招惹他？我要是放了你的部下，到时候万成峰跟我玩命怎么办？ 行了行了，别检查了，我都看过了，没什么破绽。这件事要是传到万成峰的耳朵里，你们想想吧，该怎么解决这件棘手的事儿？还有一只鞋呢？两只鞋我可都交给你了，当事人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可得认账。 所有的痕迹都被破坏了。哼，刘志庸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用藏在这个鞋里的无线发报机，给外界发电。你也够逗的，让这个人来做你监听组的组长，啊？这不是让贼给你看家吗？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对付万成峰吧。 别让你那兄弟因为一只破鞋丢了性命。刘处长，这样，我们两个联手，你让我那个兄弟在牢里别太难过，我帮你把这只狐狸尾巴揪出来，也算是你大功一件。 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雷组长，你也有求人的时候，啊？哎呦，我手里面有一封你这个女下属给我的匿名举报信，里面写的是你怎么非礼她的。你说，我是把这封信交给李天龙呢，还是万成峰呢？ 我觉得可以成交。懂事儿，成交。哎哎哎哎，你哪来的匿名信啊？哼，这叫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 见他刘志庸，就得说流氓话。走了。如果你敢杀我，不出一个时辰，你强暴我，并且把我灭口的事儿，就会传遍整个司令部，并且会一直传到重庆。 如果你非要认为我是一个日本女间谍的话，那么所有人就都会知道，你跟这个日本女间谍有了肌肤之亲，而且在你的枕边、办公室、电话里，甚至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装了窃听器。
王妃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约到这里来谈话吗？是因为现在我的办公室已经不保密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乔曼杀了喜子，那为什么不把他给抓了？废话，参谋长为了他能活出命去，我们怎么抓？喜子掌握了他的证据，却被他给除掉了。哼，他早晚也会杀你灭口。 处长，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悄悄的干掉他，既除了这个内鬼，也为喜子报了仇。我这可是在帮你。好，处长，我全听您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到时候会证明，雷震是为了保护朱丽娜和魏来顺儿。 而杀人灭口的，过来，你到时候就这样说。 刘志庸派人杀我，我真的不晓得呀。 兄弟，快起来，我们处长说了，放你出去。放我出去？啊，咋还不走？等万参谋长回来挨枪子儿啊！ 兄弟，我走可不是为了逃跑，我一定要揭穿乔曼这狐狸精，出我这口恶气。谢了，兄弟。刘处长，有什么情况没有？没有。这些日子要特别留意司令部这几个大院的警戒，严防日本间谍活动。是。 守兵，这边有情况，快！啊，有人行刺乔组长。我刺客，哪儿的刺客？哎，谁行刺乔组长？刘叔，谁行刺乔组长？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，把枪卸了。哎，哎，宋海武，不是，哎，刘叔，不是你放的我吗？放屁！我正要枪毙你呢，把他关起来。哎，走，宋海武，刘叔，卑鄙小人你！ 是你？这是万成峰送我防身的，现在我就要正当防卫。别，你冷静点，千万别冲动。不是，我又怎么招惹你了，我的乔大小姐？你少跟我装蒜。行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把事情说清楚，是你先招惹的我。 我什么时候招惹你了？你把检举我的密信悄悄给了雷震，你知道，他
他为了他那个共党妹子，恨不得置我于死地，你这不是往我命根子上踹？我什么时候给过雷震什么检举信？你少来！糟了，我们被他给算计了。 万将军，你的伤势不适合回到前线，需要静养，要好好休息。院长，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听说女兵宿舍遭枪击了。女兵宿舍出啥事儿了？昨天晚上，乔曼遭枪击了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清楚。 去女兵宿舍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你的伤。乔组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魏来顺一马吧。你就看在当初刘组长要废你的时候，魏长官那么仗义的保护你的份上，你就放了他嘛。哦，我发誓，以后你让我干啥子我都干啥子，好不好，乔组长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我马上就要变成他的刀下鬼了。 这叫哪门子保护？不是，乔组长，你就……是谁干的？不，那个魏将军真的不是魏来顺，真的。你说是魏来顺干的？ 是想要杀乔曼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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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啥子都没有说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考虑说这样的话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先出去。 我是黄文苏，我跟你说嘛，万将军已经晓得你要杀乔组长的事情了。他现在找你算账来了。什么？说，你怎么知道刘志要杀我？我偷偷听说的。 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说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出了事儿，你给我担着。把门顶上，快来！来，开门！ 不好了，处长！一帮人非要闯进来，说是查什么间谍和凶犯，让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，保卫情报处。是。开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刘处长，我是一师的赵习贵，快把门打开！我没有杀乔曼，是雷震派他手下干的，他要灭口。姓刘的，我知道你就是个脓包。
关上大门就解决问题了吧？快把门打开！我要拿到工党分子作乱的证据，去和李司令理论。你怕把乌纱帽丢了，可老子不怕。你以为你个鸟木门能挡住老子吗？当心老子给你炸了！赵警官，你要干什么？万参谋长，弟兄们都提拉着脑袋在前方守阵地。 这后院里却满是男盗女娼，乱七八糟。那个女工党串通的哥哥，在司令部里兴风作浪，还杀人灭口，这还像个军队吗？我已经把这个女工党给扣了。今天，我要在这里找到他们通知的证据，呈报给司令。带好你的兵，打好你的仗。这里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，万参谋长。 这司令部的后院都起火了，你让我怎么安心在前方打仗啊？你们这帮人，不帮助司令除内奸，我赵启贵豁出命了也要清君侧。万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为什么从医院里跑出来？为什么跑出来？为什么跑出来？ 都干什么干？拿手榴弹来！是。看我把他门给炸了！我干什么？你快回去吧。我来，只是向刘处长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枪击事件的情况。万参谋长，我们都中了圈套了。 是雷震的手下被雷顺尔行凶报复敲族长，我已经人赃俱获，正在拘押审讯。怎么着？你带这么多人来，难不成又要杀人灭口？姓刘的，你眼睛瞎了吗？这都是我议事的人，是我赵启贵带来的人，跟万参谋长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快把门打开，我亲自审问这个姓魏的，他到底借谁的胆儿，撞谁的事？小马。 你好好劝劝参谋长，让他一定冷静。我们都上了雷震的当了。刘处长，我能进来吗？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那好，只能你一个人进来。我怕这些武夫太冲动，进来以后杀了魏来顺，你我可就死无对证了。你放屁！都闪开！我把他给炸了！慢着。这里的事儿，内部的事儿。 还是我来处理吧。别介，万参谋长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像这么棘手的事儿，还是交给我吧。都闪开！老子把这木门给炸了。赵警官，你想造反吗？都别动！万将军。 万将军刚从黑鹰岭府上下来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快，送万将军回医院！快点！副师长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我去找我们处长谈谈，保证能满足你们的要求。你就让我通报一声再动手也不迟。你去告诉你们处长，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调查假地图案，替我死去的兄弟报仇。刘处长，万将军已经去医院了，我现在能不能进去？你一个人进来可以，其他人不许动，要不然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。 坐，焦小姐，让你受惊了。
我想向你交代一句，我现在说话是很小心的，你那些窃听装置也派不上用场了。刘芷庸，你太阴了。你倒是不阴，只凭道听途说就告诉万成峰我要杀你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是你太不小心了，连黄文书都听到你对我下达的暗杀命令了。那胖丫头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卧底了？你以为我像你这么愚蠢的人都敢用？我不是，我知道他是为了保护他那可爱的魏长官，所以慌不择言，胡说八道，把这次的凌晨枪击事件全推到那个姓魏的身上，然后把你让我准备的那份秘密文件交给赵副市长。如果司令怪罪下来，你就说是赵副市长兵临城下，你是被逼迫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谢谢你在帮我。同在一条贼船上，如果船翻了，你我都得淹死。处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让他们进来，见机行事。是。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。赵副市长，你你这里老子接管了，我要在这里查出假地图的真相。去，给他们拿出来。有查，一样一样仔细的给我查。本来想稳住刘志庸，专心对付乔曼，现在来顺也被套住。刘志庸，好事永远没他，整个一搅屎棍。市长，这里有份文件，我怀疑姓雷的是自己把炸药库炸了。继续查。是。市长，看，假地图果然是从这家布店搜出来的。我们军需处的真地图也在这里。市长，你看，这里还有秘密电台，这上面还有雷氏兄妹俩的指纹。什么？市长，这里有份军统的密电，原来奸污那个女兵的姓魏的家伙，竟然是盗窃国防部的死囚。什么？刘处长。这些你都向司令报告了吗？赵副市长，你带人擅闯情报处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来呀，到稽查处把那个姓魏的给我乱棍打死，出了事我兜着。走走。受够你了！你那个共党分子的妹妹已经被老子扣了，今天你敢捣乱，老
老子一枪崩了你！动一动！退回去！退回去！退！大顺，大顺，你没事吧？弟兄们，就是这个家伙，同构同敌，在咱们司令部为所欲为，我想把他打死。别开枪！兄弟们，这是个误会，这真的是个误会。别听他的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别顾我，开枪，开枪啊！走，走。大顺，大顺，大顺，怎么样？头，我没给你丢脸，但是又让他们给算计了。不丢人，特别给我长脸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去！把门给我炸！是。走！我打！走！给我追！追！追！快！快！这个。来顺，停着，停着，来顺。兄弟，把我们的人全都叫来，灭了这帮重庆来的家伙！谁敢再开枪？万将军，雷震这小子大开杀戒，他打死了我的弟兄，把他们三个给我抓进来！是，走，都别过来，谁要过来我就开枪了！雷震。局面已经被我控制，让你的手下放弃抵抗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小林子，到，把他送回宿舍，不许离开。是，万将军。
我的手下需要治疗，你没资格跟我提条件。把他们关进羁押室，没有司令的命令，不许放人。是。 情况怎么样？鬼子今天上午第三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。好，万副参谋长呢？几小时前，头部受伤，被松下山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小鬼子使用了迫击炮。现在鬼子改用迫击炮进距离炮击我阵地，万副参谋长就是被迫击炮击中的。马上撤出阵地，你们不能困在这里。是。赵副司令。 联络外围部队，以小股部队的形式牵制住敌人，减轻主力阵地的压力。我马上就去，这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了，赶紧撤吧。敌人可能又要密集的轰炸这里。报告司令，这边是紧急电话。什么？赵启贵和雷震火拼？ 知道。好，那个赵启贵，就知道打内战。王团长，到。注意你的右翼，小心鬼子偷袭。那条不到两米宽的狭长陡峭山道，是一师的赵副师长带领三个营轮番镇守，鬼子顶多上来一个小队，根本靠不上来。好。回城。 勤勤恳恳犯错误，认认真真帮倒忙。司令，你的伤好点了吧？皮外伤，没大事。司令，多亏了万副参谋长及时赶到，才控制住了局面。 赵副师长，你不在阵地上好好打仗，你却到我的后院来放火来了。司令，是雷震先开的枪，不信，你们刘处长。哦，没错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司令，那个雷震和他那个共党妹子同敌，他的部下还淫乱军中，你为什么不管呢？你放屁！ 司令，今天你就是毙了我，我认了。可是对那些捣乱的共党分子，如果您不处理，我们那些冤死将士们的阴魂不服，我赵启贵不服，我们全体的将士们都不服。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，然后把你那些闹事的人一个一个都枪毙。司令，您就是杀了我们全师的弟兄。 赵启贵还是说一声，不服。你凭什么带着兄弟们去情报处搜查？谁给你的权利？我这有下属的举报信，我相信这是真的。司令，就凭这么一封挑拨离间的信，你就敢造反吗？ 把他拉出去，枪毙！快，班长。司令，大战将至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还是以稳定军心为重。传我的命令。 赵启贵，连降三级，送到阵地上。没我的命令，
不许离开阵地，带下去。来，喝点水吧。 你们干什么？把人放了！放人！我们只听赵师长的。快点放人！你们这是在做亲者痛、仇者快的事情。 魏来顺不是被你关押起来的吗？他怎么又会去刺杀乔曼了呢？这小子，他半夜跑出来，偷了自己的枪，直接就去了女兵宿舍报复杀人，结果被值班的哨兵抓了个正着。他能跑出去，这都是你的责任呢。一般人是不行，可这小子是个死刑犯，盗窃国防部的飞贼啊！ 雷震临时抓差，把他从刑场上直接带过来的。这种八卦的电文你也信？是啊，每天有许多真真假假的重庆来电，可这封电报我相信，他就是这么一个狐不上墙的东西，竟然狗仗人势，在司令您的眼皮子底下强暴女兵，杀人灭口。他不就仗着司令您对他的主子雷震的宠信吗？ 出去。他刚才说的这些，不是真的吧？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。司令，二厅有保密纪律，不方便透露自己成员的来历和身份。对不起，因为他在我这犯了案。 这是日本间谍的阴谋，你打死赵喜贵的手下，也是日本人的阴谋吗？你说我怎么向我的兵团手下们交代？我要求彻查此事，希望司令能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去查。我的助手蒙冤，又被打伤，我觉得他应该得到治疗。雷震，你太过分！想让你束手活命的话。 你就把证据给我查出来。司令，您不能这么武断。来人！司令，把雷震给我请出去。从今以后，他不许踏进这个房间半步。是。司令，如果您真这么做的话，就正中了敌人的诡计了。 对不起了，雷组长。果真的是这个姓魏的刺杀了乔曼，人赃俱获，而且。